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的这一个阿南40周年的这个最诗的演唱会，那除了悼念，还有呢这个歌台的呈现，也会尽量的安排阿南呢生前呢所唱过的一些歌曲。来，今晚呢，我们第一位出场的艺人是我们的王珊珊，为您带来这首歌曲是《小人物的心声》。掌声鼓励王珊珊，《小人物的心声》。珊珊，当然我们也希望呢，今晚呢，从我们的第一位艺人为大家您献唱，希望呢，从第一位到我们最后的这个大合唱，都能够听到大家您的这个连绵不断的掌声勉励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杨俊廷，《情人桥》。小船把摇悠
心跳，跳呀跳得我们的热闹，得得呀得心跳。真的是心里很多感触啊，不知不觉呢，我们的好朋友已经离开我们十一年了，我希望他在天之灵安息，保佑我们所有的艺人，最终也是保佑他的家人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心，也保佑我们所有现场嘉宾朋友，谢谢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谢谢杨俊霖。接下来介绍下一位歌星出场，那就是林伟华，为您带来这首《听你拿戏呀》。各位来宾朋友，大家好。
在此呢，阿南呢在世的时候呢，带给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呢，很多的欢乐，很多的笑声。那我也希望呢，阿南在另外一个世界呢，同样的带给那边的好朋友、好兄弟呢，一样的带来欢乐。谢谢所有的朋友，谢谢。继续为您介绍王碧华，风雨同龙。印尼的一起的搭档啊，做这个演出。对啊，所以啊，难怪刚刚我们大家有讲好说，今天来表演，尽量忍住我们的悲伤，带来一些快乐给阿兰哥。对，好，来，那今晚呢，这个我们的这个追思会哈，追思会的这个演唱会的节目呢，非常的紧凑。对，来，这个时候呢，马上呢，我们要欢迎呢王家班，那么上场呢，第一首歌曲《一定被成功》，来，在我们的王雷的带领之下，王家班有请。谢谢，感谢，好不好？来个掌声一下，好不好？来送给大家我们的兄弟姐妹，这首一定会成功。Yeah.
个好朋友吼，安尼个爱多人知影安怎，安尼侪人我听这条歌。如果没有说这一首歌一定没成功哦，我跟阿南第一次带我去印尼吴翁一个地方一个小镇表演哦，这首歌是我第一次跟阿南去外国表演的歌曲哦。如果没有说我们连续在那边待了三天，而且哦那一次最好玩哦啊，今天很快眼睛一眨，把就真理真理了哦啊，真觉得我们讲哎王瑞啊哦，应该安尼做朋友来对。哦，你跟阿南上好，我跟阿南合拍过四部电影，哦，我跟他在跑马来西亚、印尼超过60场，哦啊，我跟阿南合冠的搞笑的VCD 超过10片，我们录了唱片 CD， 我还笑他唱歌很烂，我说你的歌声录 CD 出来一定不好卖，哎，可我有的，一头牛秋华一走出来是黑的封面的。哦，应该大嫂现在还有收住那张黑色的封面，哇，真叫拍天爱龙，要真叫拍天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哦，这些都已经过去了，哦啊，但是大家哦，最人家问我阿南跟你哦，你哪一次最，你第一次认识阿南是在哪里？我认识阿南是第一次啊，如果没有错是17年前搞笑行动。他做你给应该大家都看梁婆婆刚好一请一帮阿嬷们出来拍啊，那阵是上好笑的，对对，我就哎这个歌哎是新加坡人吗？哇，真的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人高音，那歌词是人高音啊。啊，那梁志强的妹讲哎，人高音，你有请band来拍我用有啊，哦，请一帮阿嬷罗过来去看去给人高音的那块啊，那个就给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所以哦，这些哦，你第一次碰见阿南是在哪？给阿南留给你最好的印象哦。其实阿南大哥他有带过我到马来西亚表演哦，马来西亚麻波啊，是啊，对啊，管丹呐，哦，真的，所以也要谢谢他，他也教了我很多东西。对 ，OK， 我们的王家班，阿南最看好的就是这一位哦，还一直跟我提起，真的，他生前提起说你前途无量，我，哦，跟阿南说几句话。哎，你戆戆叫你讲话，你是安怎？你是死老爸对不？你无代志，你应该欢喜欢喜。没有，有一点感触了。对，当然有感触，谁没有感触？要忍嘛，对不对？希望阿南大哥哈，在天之灵，伯比他家里人啊，健健康康啦，对，开开心心的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我交代他们今天在台上不可以掉眼泪，因为我一掉，他家里的人一定会掉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阿南，因为以前是个搞笑嘛。对不对？再给搞笑艺人，我们就不要哦，不要流泪，好吧？因为他的沙猴妈咪唱完过后就没有人唱了，就留到这一位在唱了。哦，你差不多了啊，阿南哦，你就要唱好好，因为沙猴妈咪是他的接班人，站起来人，掌声鼓励鼓励下，对不对？来，我讲几句给阿南听的，公啊。啊。公，你唱沙猴妈咪无代志。阿南阿哥啊，好啊，保庇我笑三号猫咪无代志，健康食饱哩。来，闪亮姐妹，对阿南第一个印象最好的是在哪里？是最好在圣淘沙。哦，圣淘沙。对，那个时候 daddy 在做厨师，然后，我们没有吃东西，所以很饿，所以他就去那 kitchen 出来拿那个 cake 给我们吃。阿南请他来给你们吃。然后他拿了剩最后一个，他就问你们还要吃吗？你还问我们说不要啊，谢谢。他说你不要吃啊，给我吃，他就这样吃下去啊。哎呀，非常棒，非常好，来到这一位跳剑们，我去恭拜阿南嘛。你出来今天阿南都无得了，说几句话啦，给阿南保佑你什么？给他家人，他的女儿现在还在读书啊，还有一个哈，在下个月回来团聚了嘛，来讲几句话。阿南叔叔、伯比，他全家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来，这个也是被阿南点名之意哈，来。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我们好像是唱完歌台的时候，我们就坐在 Maxwell 的那个巴沙里面，你记得吗？他就一点一滴的来指点我，对，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要改进。OK， 来琪琪。我以前因为唱歌比较久一点点，所以认识阿南大哥也比较久。那阿南大哥也非常的照顾我。那我那时候。
都觉得他很凶，你知道吗？他的脸一边了，另一边。对，他的脸那么凶，然后我以前就很怕他。然后有一次我就跟阿南大哥说，讲阿南大哥，你可以笑笑给我看吗？然后他就给我做嘻嘻嘻的那种笑，然后我就觉得他其实非常的可爱，而且他的心底非常的善良。来，马上这一位不要讲相哦，我的王家班都是自己我选的，最后一位是阿南推给我的。哦，这个是阿南介绍一度来湖外，来说说几句话。欸、我是在歌台遇见了那个阿南哥，那么那个时候他也是我们的艺人工会的会长，对，也是他带我进去艺人工会，那么他一直都很照顾我，真的非常今天真的是有没有买裤来帮我拜他？不会我啦，当去 7-11 买两罐来拜他。那么他也常常跟我讲，因为不要喝太多酒。哦，对对，因为阿南本身没有喝酒。对对对，来，就马上哈，我们来带来歌曲。现在是轮到我们的闪亮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好，所以啊，第二位，来，慧珍，来带来什么歌曲？哦，我搞合唱哈。对，你过几了老了。对，这条歌是哈，阿是要送给他的女儿。爸爸跟女儿 这一世人可以做爸爸跟女儿是前世缘，对，好不好？为前世缘哦，很多人说现在女儿是以前的爸爸的情人才会做他的女儿，对对对 对，来，就是这首歌送给他两位女儿，好不好？来，这首简谢言啊，好不好？好好的孝顺妈妈啦，好不好？前世缘，手上的缘分。
啊，六四零大轮啊，大轮对不对？啊，平用压低对不对？叶飞老师，对不？来听看看，阿伦带来这首，这首歌也是阿南哥很喜欢的一首歌曲，那么会唱的大家一起唱，平用压低。好，那么老师来安排一下这首歌曲。